下面我们为您介绍一下 SEAG Film 的多重功能。夏季效果。夏季阳光的照射造成了室内闷热，而日照产生的热量竟然有70%都是通过玻璃窗进入室内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从室外回来时会感觉到室内很热。夏季光照强烈时，玻璃窗吸收的热量能够以相同比例同时向室内和室外释放出去，而释放到房间里的热量滞积在屋内，使屋内的温度升高，从而影响了空调的效果。贴上 SEAG 隔热膜，可大幅度地减少进入室内的热量流，从而提升空调的效率。通过这样的隔热机理，可减少空调的运转次数，节省电费。下面，让我们来验证一下 SEAG 隔热膜在夏季的隔热效果。右侧为粘贴了 SEAG 隔热膜的玻璃，左侧为未贴膜的玻璃，用白炽灯模拟夏季的太阳光进行照射。从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，25分钟后，左右两侧的玻璃产生了4摄氏度的温度差。由于室内每降低1摄氏度，空调效率便可提高10%。因此，由实验我们可以知道，贴上 SEAG 隔热膜之后，用电量可以减少40%。既无色透明，又能实现如此优秀的隔热效果，这只有 SEAG 隔热膜的专利技术才能做到。